大家好啊，感謝神，讚美神。我在前個四五年呢，經常失眠。主，感謝你讓我能夠可以在那幾年的時間，讓我能夠可以認識到很多不同的屬靈的領袖啊、牧者啊，咁特別是係葉牧師，我喺佢嘅生命當中，真係睇到葉牧師係生命影響生命。主，我感謝你，葉牧師亦都好多嘅耐性，傳一啲嘅影音啊、錄音啊、經文啊，讓我哋可以去在神的话里便可以倚靠神，靠神必能得着力量。葉牧師在教导上面教导我们要谦卑，怎样去爱神爱人，叫我们知道我们要倚靠同埋親近神。當我哋親近神嘅時候，神就會親近我哋。感謝神，葉牧師亦都教導嘅當中，如何教我哋點樣去祈禱，點樣去放鬆成個人，點樣去將到重擔寫給神，交給神，讓我們一切都是讓神去作王。在所有的事上，不是為自己，而是為榮耀神。主，我感謝你，我亦都看了葉牧師那本《輕鬆得勝》那本書，那內容是基本的教導，神的應許怎樣去賜福我們，我們怎樣做就能夠得著這些的福呢？就跟從神，在神的應許同埋吩咐裏邊，我喺今年開始，十二月份開始到現在，極少數係瞓得唔好嘅，都係瞓得好好。感謝神，你就係咁樣去愛我哋，去每一個願意去到你跟前嘅，我哋可以懂得去放低自己。神，你都真係俾我哋睇見你嘅真實信實，就係讓我哋往後更加去懂得喺你裏邊要忠誠，做一個基督徒。主，我感謝你醫治我，讓我能夠全然得輕鬆放鬆。主，我感謝你，讚美你，咁多年的失眠的困擾真的影響很大。主，在這邊的見證呢，我都已經拖了一段時間，特別是這個亥時時間呢，聖靈常日都提醒我要講這個見證，所以今日我就回應作神了。主，我感謝你啊，讚美你，將祭重讚榮耀權柄大能智慧都歸於你。阿門。